半个月前去看这个小石头，去谈价没谈成，因为这两天疫情原因，今天又去看见了，因为石头比较少，又加价，看着呢比较嫩啊，大家看看，感觉里面还是有冰的，所以说还是想擦窗擦一擦，擦不出冰种就丢了，就亏大了。来开干，这种石头啊，这样看是嫩的啊，你看它很透，我可以了。好，开完了，弄了个笑脸，两只眼睛一个嘴巴，笑哈哈的啊，祝大家笑口常开，万事顺利啊。这个还是发黑的啊，看见没有，还是发黑的，肉质还是黑的，你看不用打灯它肉还是发黑的啊，看见没有，很漂亮的，相当漂亮啊，它有发黑感了，你看就开这么小吧，一个笑脸，包用我头像，主动加你，主动私信你的都是骗子。